说一下啊，咱们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我们给你们准备的一个神秘的小宝藏，小宝藏。是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这么大的惊喜，应该能碰啥呢？在这一层楼里面，就在这一层，你们要找一下，看你们能不能找得到。他们今天看到小希姐回来，应该会挺兴奋的。你藏起来，我去接好吧。你先找个地方藏一下。他们要是不找我，岂不是很尴尬？不可能。哎，这样，我们直接说，这个屋子里我们藏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宝藏。礼物，礼物和宝藏。可以。结果是小希姐啊。到了，快到了。快去！哪儿呢我？你先藏一下，不要，等一下我们都找不到你了。那我就在这边好了。行。这么大的惊喜，这么大的惊喜，应该能碰啥呢？在这一层楼里面，就在这一层，再接气儿，再接气儿，大家千万别放过，连摄影机的叔叔那里也不许放过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。小七姐姐去哪了？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面，就是小七姐姐，你们能找到吗？我们的大宝藏是。小七姐姐大宝藏是。那小七姐姐在哪里呢？快点找出来呀、啊！找出来呀、啊！我是不是藏得太隐秘了？小七姐姐，搜查卫生间，卫生间也可能没有。小七姐姐，我告诉你们个秘密啊，这个宝藏就在一楼。一楼。小七姐姐，小七姐姐，大家看前面搜查。小七姐姐，旁边呢？在哪？在哪儿啊，小七姐姐？哎，在哪儿啊？看到了，小七姐姐！哦，心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哇，真厉害！哇！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棒，心都化了。哎呀！大家已经建立感情了，在没有来的时候，这种想念会越来越深，就是感情也会越来越浓。然后这次来，看见他们之前的想念都全部都释放了。我好想你呀，小七姐姐。我也想你。我寄给你看我给你的生日礼物。